姐你好。哎，你们好。想请问为什么要包肉粽呢？包肉粽在隆德宫已经延续很久很久了哈。嗯。那包肉粽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隆德宫体恤一些义工工作人员、功德主啊的一些那个感恩之礼啦。哦，就是让大家吃这个粽子哦，我们亲手包的，都会吃到福气满满，好，快乐又美满。原来是这样，人家就甘心了呢。过一份爱，一份情，一份思念藏心底，抛入江河，让这故事永远流传在记忆，不让孩子们忘记五月初五的时机，播着种子，说着古人的期许。就在这个季节里，记得有人在等你，等你回家，一起吃着种子，心里暖暖的。就在这个季节里，我们相聚在一起，让这一刻我们都学会珍惜，要珍惜我和你。